朋友，再来跟着我们华视来聚焦这热血赛事。2024巴黎奥运届时开赛，我们华视将全程转播。先来关注目前我们的台湾强手，中华民国网球协会在今天公告，接到了国际网球总会的通知，除了谢淑薇、曹嘉怡之外，詹家姐妹詹永然、詹浩晴也确定取得巴黎奥运女子双打的参赛资格。本来像是谢淑薇，因为女子双打世界她排名本来就很前面，早就有巴黎奥运门票，而詹家姐妹必须依着排名总和跟其他国家比较后，才能确定是否有资格参赛。如今终于确定拿到了入场券，这也是他们第三度合体出征奥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